Hello， 我是阿 Wing， 我是一个瑜伽老师啦。今天咧会为大家介绍一些关于肠状蠕动的动作嘅。我知道很多女仔啦，又会可能有啲去厕所不是咁好的问题啦。所以咧，今天介绍呢三个动作都会有啲扭腰的成分。当中呢一啲咁嘅动作嘅时候都可以帮你刺激到腹腔入边嘅内脏，就可以令到你消化得好少少嘅。首先第一个咧，我哋就会由 downward facing dog 开始。呼吸起，双手举高，呼气手掂地下，然后左脚踏后，右脚踏后。首先做咗 downward facing dog 先，之后吸气，左脚升起，吸气上嚟嘅时候咧，手可以先放喺盆骨位，定咗个人先，然后先至慢慢吸气，双手举高。然后手合实在胸前之后呢，手掂地，另一只手呢指向天。第二个动作呢，记住两只脚都要伸直的，一样左脚在前面，然后右手按上在地下，左手递高向天，记住两只脚都要伸直，头向上望就可以了。第三个动作咧，相对上就轻松啲啦，坐翻喺度。首先咧，左脚踏上去右脚侧边啦，然后吸气，右手举高，用手踭嘅力咧推离膝头角，好似斗紧力咁嘅，尽量令到两边膊头位咧系一直线。以上呢三个咧，就系可以帮你促进到肠状蠕动嘅瑜伽动作啦。